这个世界的江小媛为什么连父母都跟我的一样，这算什么？这个杯子的摆放位置，巧合吗？如果他放东西的习惯跟我一样，那么那些不能被人发现的秘密我会藏在哪儿呢？什么秘密啊？你要藏床底下？秘密当然要藏在不能让别人发现的地方了。